一口饼干，一口茶，和朋友围坐在一起，打开话匣子，边品尝茶的滋味，幸福感觉涌上心头。鹿野乡龙田地区的这间茶庄，在102年度获得了五星级茶园评鉴。除了制出好茶之外，为了让喜爱好茶的消费者能够有更多的选择，业者创意开发了乌龙茶的茶饼干。那我们的红乌龙饼干就是用红乌龙茶叶现用果汁机现打，然后把它打成粉末状，然后再结合在饼干上面。那我们带入养生的观点，我们里面就是不加糖，或者只有也有那种少许的微糖口味这样，那就是给客人吃到终于原味啦，可以吃到红乌龙颗粒粉末的。除了茶饼干，另外也开发代茶，不仅是携带方便，不论是热茶或是冷泡茶，冲泡都相当容易。茶叶就是拿圆片去压碎，然后磨成粉，然后将它放到茶包中啊。然后我们的茶代茶可以冷泡，也可以热泡。冷泡就像现在这个冷泡茶，因为喝茶可以去油腻解油腻，所以我们又研发红乌龙茶饼干。沏茶吃饼，这样好茶加上可口的茶饼干，和朋友聚会或是和家人相聚，有了这两位喝茶享受回甘的滋味，多了生活中的小确幸，还能让彼此间的感情更加温。东台新闻曾慧茹、林婉珍、鹿野乡采访报道。